cruising, having good times. Got my head right in the sunshine. Time to fly around like an airplane. Got my butterfly, me no feel no pain. Whoa, cruising, having good times. Got my head right in the sunshine. Time to fly around like an airplane. Got my butterfly.因为我没有看见那个，不是我没有看，因为我不知道警察剖人的时候你要靠左边的线，所以我就被剖了。然后这个警察教育我了一番，给了我一张290多块钱的罚单。然后就在我被剖的时候，又有一辆车从我旁边过去，然后他又被剖了。然后两辆警车就这样来回剖，我觉得我好像被敲诈了，就是被敲诈的很。心酸是不是？很心酸。哎，这边真的好热呀！但是其实，我觉得也不能算是被敲诈了吧，只是，我们确实不太明确的知道说，如果路边有警察在剖另外一辆车开罚单的时候，我们要很明确的换到旁边一条道，因为我们已经在减速了，减到差不多100左右，然后就是，它是中间有一个可以 U turn 的道路是吧？然后有辆车停在那个中间的那个，河床也不是河床，就是中间有个地方可以停，然后另外一辆警车停在那里，然后路边右手边那个紧急停车的道上有一个警察在剖另外一辆车，然后我们就是减速，然后缓，就是也没有缓慢，就是减速，然后离他有一定距离，然后从那边过去的。然后紧接着，那另外一辆警车就特别快速的，嗖一下就到我们后面，然后开始闪灯。然后我们还纳闷了，是因为我们吗？因为我们也没有超速，就100，很平缓，也很正常。然后他就说他们之前有两个同事，就是因为，在扑人的时候，别的车辆没有换道，然后有两个同事就死在事故当中了。反正就是被敲诈了，我就是被敲诈了。我跟你说，就是太穷了，你知道吗？这个省，就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这收入，就是290块钱，好贵哦。我们刚才还说可能也就60多块、80多块，差不多了吧。然后他给了我们一张290多块的罚单，我不知道这个是因人而异，还是说所有的都是290。反正也是 good to know 吧，大家也注意一下，如果路边有警车在剖人的时候，然后大家也换一下道，从旁边的道过。因为那个警察说，在我们这个省，在这个 New Brunswick 它是只给罚单，但是如果是在安省你这样做的话，是直接要吊销驾照的。但是我们 bullshit， 但是我们之前好像都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就是在敲诈。希望大家也能广而告之，然后再通知我们一下是不是真的是这种情况，然后我们两个也回去学习一下 G1 是不是真的有这项条款。好吧，现在世界上最长的一个廊桥，我们待会儿要去感受一下，里面应该很凉快的感觉是吧？这个廊桥是连接两个小镇，这边呢是哈特兰这个小镇，是我们现在在所在的这个小镇，然后过了桥对面呢就是一个叫 Somerville 的小镇。觉得怎么样这个廊桥？我觉得那个罚单就不应该、这个桥呢是单行的，单向的，就是对面来一个车，然后对面的车过来，这边的车才可以开过去，要一辆一辆，不能两辆同时一起过，它过不了两辆车。
哎呀，这两个车怎么回事？你看他们就一起过了。哎呀，这个姐们也可以。哎呀，哎呀，失败，这段解说失败。进去关。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开车通过这个廊桥了，我们要等对面的车走完，然后我们才能从这边出发。桥里面挺凉快的，这个廊桥全长391米，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到达另外一个小镇了，小镇叫 Somerville。看大家都非常的遵守规矩，其实对面的车就在这边等着。Cruising, having good times, got my head right in the sunshine. Time to fly around like an airplane, got my butterfly, me no feel no pain.